足弓锻炼，用大脚趾把弹力带压在地板上。这项练习旨在加强大脚趾的足底屈肌并收紧足弓。把大脚趾放在弹力带上，拉起弹力带30秒到1分钟。我们必须用大脚趾压住地面，使弹力带不被扯走。在本练习中，你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：一、用脚趾把弹力带压在地板上；二、髋部稳定，通过收缩臀肌和髋关节外旋肌向外扭膝盖。